现在开始怎么观想呢？观想说，我因为每一个对象我都有无量无边的善要对他，对不对？有无量无边的恶要断他，有无量无边的他的需要我要去度他，对不对？那每一个断恶就是一个善法，断恶就是善嘛，是不是？那每修一个善是不是也是善法？就一个善法，两个善法，两类的善法。再来，我去度化他，度化他有好多种方法，同事爱与力行，布施同事爱与力行，布施给他，他要的我给他。菩萨甚至于敢给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给他感情都敢给，很恐怖哦。哎，你不要这样干啊，你不要拿鸡毛当令箭了。我是指菩萨，他敢给哦。我们的释迦佛就这样子啊，当年耶稣陀罗在因地，他就要求他，你做我老婆，你做我老公啊。他就说好啊，你做我做你老公，那你要修行。这样子一辈子就卖下去，哎，哇你咧，要惊死，一辈子就卖掉了呢。他就这样做。哦，当然我们凡夫不要想这种事，你也不要自己往脸上贴金。我特别是那个居士，特别不要往脸上贴金啊，师父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布施给我老婆了，你卖点咩啊？讲遐五四三，那个不是这样的，凡夫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你懂吗？他是染爱为性，怎么是这样？人家那圣人修这样才可能啊。那么这布施爱语同时力行，爱语就是什么样？讲他听得懂，欢喜听，而又不违背真理的话，违背真理就不能讲，你懂吗？好、哦。啊，比如说你赞叹他，也要赞叹到刚好就好，赞叹过头就虚假，也会害了他，懂吗？哦，就是爱语，同事力行，同事要跟他一起做一样的事，或者导引他来跟你做一样的事，当然是助众生的事啦、啊，佛法的事啦、啊，这样懂吗？哦，同事爱语，力行就他想做什么，协助他做。不一定跟他做，但是协助他做，缺钱给钱，缺人帮忙给人，他想去做嘛，或者教他怎么做，这样懂吗？是不是有无量无边？是不是光一个人，你要帮助一个人就有无量无边？是不是？是不是嘛？是 ，OK。所以每一个善，每一个断恶，每一个利益众生，都有无量无边的相哦。单独对一个对象来说，我对一个人断恶有断无边的恶，对吧？不对他杀盗淫妄啊，怎样？每一次都不对他讲妄语，这就是无边的善断恶，对不对？再来，我给他好处，我教他佛法，就是无边的善给他，对不对？再来，我跟他同时爱与力行布施，我是不是有无边的度化他，对不对？是不是有无量无边？这个每一个善都像什么？说一切有部，他认为每一种善在宇宙法界当中就是一种种子，这个每一个种子呢，就是一种有形的能量。这种有形的能量，注意听，这种有形的能量，它摸不着，可是你眼睛可以看得到它，像尘埃一样的光洁发光。当一个人，我对他有做无边的善，断无边的恶，行无边的度化的时候，我对一个人就有无边无边的这种很微细、很微细的量的这种尘埃光明的善界体啊，在放光。那如果有无边的众生呢？那这些尘埃借云光形成像云雾一样的放光的尘，这种不叫尘埃了，叫做借的借相光明啊，不就是像云一样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对不对？而且都是放光的，懂吗？每一粒都是能量放光，这种感觉，因为他说一切有，是指一切善法是有维系种子的，他们的想法是这样，而、我们借用他这个想法，就观想呢，当我现在愿断一切恶，无恶不断，是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是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的时候，大地是我的心所成所感应的地，这个地呢，因为我的专心成就，让它裂开来，裂一点点，完全不会
造成地震跟房子的什么坍塌，不会，是地震一点点眼睛看不出来的。然后呢，那个界云就从我的心地当中，心地由大地来代表，心地当中，因为心能够承载一切，就像大地能承载一切一样，然后产生那个界云，多到怎么样，无如云如雾，看不穿，摸不透，旋绕的我的界场四周。玄道摄影师说他长什么样子呢？因为长相不同，各种散法不同，所以他就有怎么样？他有青黄赤白各种光明之色，懂吗？懂吗？光明晃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同时呢，他从大地起来，第一次发愿的时候，注意听啊，就是第一次白结魔的时候，你就要观想，我因为心非常真实，要成佛，要利益一切众生，天地万物被我感动了，所以围绕的四周呢，这个云升起了，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很重要啊，不要去想了吃的东西啊，想这边啊，很重要啊，这就是观想啊，你要得戒体的时候，真的会有作用的，我告诉你。好，就观想第一结魔，感动，可不可以？感动，懂吗？懂吗？出现。好，第二次在做结魔的时候，我在想，我一样再念一遍哦。我弟子某某是今受比丘、比丘戒或沙弥、沙弥戒，乃至等菩萨戒等。我尽未来际于切实一切处于一切情与无情众生份上，是断一切恶，无恶不断，是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是度一切众生，无众生不度，愿成就一切众生皆成佛果。哇，你要这样想。刚刚那个戒云在我第一次发愿震动升起，现在我第二次发愿更导引他们呢，笼罩在我的头顶上，凝聚成为伞盖，好厚好厚好厚，然后呢厚到不见顶，然后很大很大很大，像什么呢？像那个原子弹爆炸一样，那个的那种伞云在头顶上光明晃耀旋绕不止。多高呢？一层楼高就好，或者两层楼高，或三层楼高，距离你啦。但多深呢？到无间顶的天上去，那么的厚，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听懂啊？喂，很重要哦，很重要。现在就开始学了，现在就要开始学哦，学这样观哦。再讲一次，班长。好，班长，我会最后再讲一遍给他。好，班长在忙啊，班长为大众服务啊，哈、哦，没关系啊，不然就发下去吧，哈、哦。怎么会这么刚好？正在这么重要的时候啊！不是啊，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因缘如此。不然我把讲完再发好了啦，好不好？讲完这次就是再讲一次哈，或者第三次。然后它就凝聚在头顶上，好厚好厚，而且旋绕旋绕才有力量，懂吗？它是有力量的，旋绕光明七彩缤纷。想到这时候，你看看我的，你看。我起鸡皮疙瘩，他就会起鸡皮疙瘩，他会产生一种，你知道鸡皮疙瘩是你不能想起就起的，你懂吗？你懂吗？它叫做不随意机反应，它不是随你意志的，它是随你的潜意识在反应。我只要每次想到这样，它就灌进来。为什么？我当年得戒体就是这样灌的，所以它就变成习惯了，习惯。就好像我是修那个什么，修 POA 法。我修三天之后，那即将草腾直接就插进去，软软的一样。你经过关，那每年修一次，修一次的，平常修长寿法，这样就 OK 了，意思是一样的。它就是它会形成一种身心的习惯，一定要这样关，懂吗？待会儿吃着边吃就边关，好，麦克给丢，安尼的丢啊，吼，不会的。好，第二次呢，观想它集中在头顶上。为什么在头顶？因为要准备从你的什么？这个百会穴进来，好，从你的百会穴进来。百会穴是什么样？两耳相连的顶端，相连的头正中央，这里就是百会穴。好，那么它从你啊，百会穴呢？百会穴有个中脉，这个中脉是用观，这个中脉是观想出来的。它中脉是怎样呢？中脉你要观想它晶莹剔透，从这里有开口，然后呢，身体的正中央入喉咙，然后在你的身体的正中央一直到海底轮。海底轮就是你的会阴。会阴是什么呢？就男根跟男根或者女根跟那个你的大便道之间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你的海底轮。
海底轮那个地方，你坐的时候刚好它在底端嘛，就是海底轮，它是个透明的体，透明的体。好，那么接着第三次哈，第三次结膜的时候呢，他正在念结膜，你也听得懂结膜，但是你同时观想这个云哦，我弟子某某今受沙弥、比丘、比丘尼或菩萨戒，愿尽行受于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情与无情众生分上，是断一切恶，无恶不断；是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是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令彼就近成佛。想完的时候呢，刚刚很浓很浓的这个七彩云呐、啊，凝聚，很强大的凝聚成什么呢？一管，像个水管这样子进入你的中脉。进去之后呢，充满四肢百骸，然后呢，又从你的四肢百骸的毛细孔啊，回归到你持戒的位置上去，懂意思吗？什么叫持戒的位置？很简单啊，我对台北某一个人持戒断杀，好、哦、啊，那个光点就到台北去。我对宇宙中将来我轮回，或者我投胎，或者我到极乐世界回入娑婆的十方世界去的任何一个世界，跟我有缘的众生的身上，都会有我一粒做标志的点在那里，懂吗？懂不懂意思啊？因为我就是对他行善的、啊、所以都有一粒光点在他那里。那到底在谁身上？不知道。你就这样想着，它散布在所有法界当中的一切我要行善的对象上，在哪里？在一切有情跟无情的身上，乃至于狗啦、猫啦，都在它身上。这样懂吗？就要这样观想。那么呢，它会从你的那个毛细孔当中出去。为什么是毛细孔啊？为什么这样观？你知道成佛之后的法界的报身佛啊？他的相好身呢、啊？是什么相好？你知道？他是微尘相好身。微尘是什么？你看，释迦佛叫做32相80种好，才32个相。相是什么？有形谓之相。好是什么呢？品质好谓之好。这样听懂吗？品质好就比如你也有皮肤，佛也有皮肤啊，但佛的皮肤就比我们好呗。这样叫做好，懂吗？那相是什么？相是我无他有，比如说无见顶相，比如说是手魔相、哦、还有脚平足相等等，这是我们没有他有。好、哦，马阴长相，是我们没有他有，这样懂意思吗？好、哦，就叫相，32种相80种好而已。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在报身佛份上，他的相好是什么呢？是微尘相好。你知道为什么微尘相好？就是因为你持戒微尘那么多啊，所以你就有微尘相好。你看看是不是因果的？是不是符合因果？再来，他那个好好在哪里？好在每一毫端，毫端就是毫毛上面，就会有很无边的庄严相。请问为什么？因为当年我在观一切持戒的时候，就是从我的毫毛当中去的，懂不懂？了不了解啊？我从这里来行善法，我的善念、我的善种子从这里出去，将来有回应在我的毫端上。所以百毫婉转五须弥呢，千百毫端现无边刹城海相好。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了不了解？了不了解？好，所以说灌进来之后啊，如山崩地裂之相，但是因为它无形无状啊，所以不会山崩地裂。开始吃了没关系，不然你们都中午吃不下饭。那山崩地裂一样，好，山崩地裂一样。那但是因为它没声没响的，没物质，开始吃没关系啊，没声没响的，所以呢，你只能用感受，这样懂吗？那真正的感受会是怎样？因人而异。最终你一定会有很踏实的得戒感，将来想起来就有了，想起来就有，这样知道吗？哦，这一点是得戒教育最核心要跟你们讲的观想法。
好、哦，也跟你也讲了因果关系了，将来成佛的因果关系了、哦、是这样。好，那我们是这融通了，因为我们要赶课才融通这样、哦、那以后没有这样做的、哦、好不好、哦、因为我想要把多一点东西讲完这样子、哦、才融通。那我很习惯这样，因为到大学去讲课，那大学生都把自己掏出来就吃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哦、好 OK。那么就这样子了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心境相应的第二类心境相应，是指我的发心跟我得戒的境相应，好、哦，得戒体的境相应，这是第二类的心境相应，哦，这两个都有在律典上说到 ，OK， 了解吗？好、哦，很好、哦、你们听到这已经很强了，你们听到这已经要得好的上品戒已经不难了。懂吗？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但你说我一开始是不是可以讲啊？你要说这样，前天三月七号上进大殿，你们把我请进大殿，我也可以讲啊。不能，没有调熟，懂吗？你的心性还没有调熟，我这样讲会坏的东西，好东西也被讲成坏的。嘿，菜是好吃啊，胃口未开，吃下去也没感觉，不会有记忆。这样懂意思吗？哦，不用看我了，吃你的了啊！好，好 ，OK， 那就这样子哈。那么这就心境相应的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还有一些文，还有一些文。那个文呢，我把它看看哈。哎，首先，这个第一种啊。反面的说，心境相应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稍微听一下啊，注意一下，就是发心起戒，结果你发心不真实，懂吗？就是心不当净了。啊，你心都不当净、不真实，我请问你，你观想得起来吗？你才不观想嘞，对不对？那干我什么事？有没有这种人？有哦。这个有时候戒场当中哦。就出现这种人了，这种如果在座也有的话，要听我劝，你要转心，你不会把你赶走，但你要转心。什么人呢？他是这样讲，他是这样想，哎，我们去受个比丘戒吧，将来念经的话价格比较高，真的，他就这样，所以他完全不在意。他在意的就是那个三件袈裟跟最后的什么毕业之后，毕业证书就是戒碟啦，哦，是这样，然后去证明，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上面三个点或者九个点这样，那叫做领钱的钱点，是这样，然后让人家说，我受过了这样，那这因地不真，因地不真，你心境很难相应，懂吗？这第一种，就心不当境。心不作意在那，根本就不抢求戒，这第一种啊、哦，这是第一种啊、哦。心呢不当净，即人法四处四境虽皆如法，而受者的意念呢，意这个心意啊，念别缘呐、啊，不成戒本呐、啊，就不去不思戒本，就不去思考这个我今天到底来登坛求戒是求什么。就是发愿要断恶修善，利益一切众生成佛的，我完全不去想他，懂吗？是这样子，那都没有错啊。戒场的如法四也无啊，人是人法四处都如法呀、啊，没有用啊。他如法，周边如法，你不如法，懂吗？懂没意思啊？好 ，OK， 我问你懂不懂，那你就点个头就好，不要边说懂。就不必这样点个头了、哦、这样好不好、好OK， 那么这个就是心境，心不当境，再来境不称心，这就是说我真的很因心求戒，对不对、啊、对不起、哦、人法四处有缺，比如说没有结戒啊，得啊话没有结戒啊，就惨了啊，结魔不成，或者三人以上登坛啊，得就是结魔法不成，也是不成。或者念那个法念错了，我不是跟你讲，早年那个中国大陆还是用以前的做法，他念那个二部受的时候，那比丘坛登真正的比丘的所谓比丘尼登坛，不是本法，他结果他念成和尚
和尚你谁，他只有念和尚谁啊，就是挂了啊，这样就不对了嘛。啊，然后再来，他也没有去受本法，他就直接来比丘这边受，然后念文又念错啊，就是他这个比丘尼是有心要求戒啊，可是尽不当心，懂吗？尽错了，哦，尽错了，结摩法给念错了。或者仪轨当中少做了，比如说少做了丙问跟重问，问遮难，遮难要问的，不能没问啦、啊，没问的大伙儿怎么承认你可以受戒啊？啊，是不是啊？那结果呢都没问，啊，那进菜了，卖蒙了，啊，就上去了，啊，就不行。这样听懂吗？哦，这叫做静不当心，有心心要当静，啊，心不当静，那么叫静不当心。或者静不称心呢、啊？不要当了、啊，当是心的、啊，心不当静，那静不称心，这是一种，这是第二种。那当然还有第三种，就心静皆不相应，仪轨也做错，哈、啊，也没结戒啊，这家伙呢也无所谓，是不是啊？也没有真心要求戒啊，鬼拢鬼捉拢去了了。整个都去了了了，但也有这种状况，啊，这个就戒场就很糟。我还听说那个有那个戒场啊，这个讲完就好了哈，不要传出去。还有戒场里头说，还有戒师要跟，不戒子要跟戒师单挑的打架，人家骂他管他，他不高兴。你看看，哎呀，真是阿弥陀佛，是不是啊？那这个戒场怎么像样呢？是不是？好、哦，还有就是所谓的那个要赶金灿的，根本就不甩你的，啊、哦，你这是完蛋哈、哦。那么这就不行啊、哦，这心境不相当。好、哦，主要是在讲这个，但刚刚讲到观想戒体，这个是另外一部分，哦、就不提，就没有提那个部分啊、哦。那。观想这个戒体，那也是心跟境的关系，这样懂吗？但是这个是不是在指这个结摩的境 的事情？那在讲境的广狭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境的广狭单独讲，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心境相应本来就在登坛的时候跟心境相应也有关，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讲，这样听懂吗？哦，那么这里就讲，刚刚已经教你们观想过了啊、哦。好，再来。这个四乘究竟，这是第五。什么叫做四乘究竟？就是真正去念那个结摩文。以上诸缘具足之后呢，还需以下诸境，始从请师后受受境，前后无违的一一做成，才得名办事。就是说，心境相应啦，还有发心起戒啦等等，你都做了之后呢，仪轨开始带你跑，跑这个仪轨，跑这个仪轨很快了。大概就第一坛慢一点的话呢，大概就大家一起做的部分，大概做个三四十分钟做完以后，一坛一坛上来呢，就是七八分，六七分七八分就做完就做完了，这样懂吗？啊，这个都是已经大家做到八四成就，这叫做八四成就，四成就竟，这个四就是八四，始从请师一路开始啊，登坛唱偈。所有都做到后来剩下什么了？剩下最后的结摩进去，前面都大家一起做，大家一起做，那最后进入登坛结摩，就这个在差别啊，这个在差别的话呢，这个从这里开始算起的话，大概六七分钟，南众六七分钟就一坛就过去了，哦，算是快。那前面那些大众做的。这叫做四乘究竟，啊，这个就，不去，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太多说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属于，到时候教仪轨的时候你就自己知道，哦，自己就知道。好，那么这个叫做发，这个叫做五缘成就，啊、哦，五缘成就。接下来还有一大段叫做预习发戒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发戒，发起戒体，好、哦。哦、我也把它拿来当做心境相应当中讲，这就是一样的。
预习发界，就我现在要教你练习，就预习，预先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你发起上品强大戒心戒体，要强大的哦。上品还分强弱哦，中品也分强弱哦。我们但求上品，不求中下二品。但上品当中，我们求强上品，我们不求弱的上品，懂吗？好啊，为什么强？为什么弱？你今天被我教到心很坚固，观想也很坚固，最后愿心很强，能够任运得起防非止恶之能力，哎，这就叫强，这样懂吗？哦，我说过了，在电梯里头我会吓坏了，那个女生来了我会吓坏了，她很强啊，她想都没想啊，是不是啊？我被那个收过路费的女生摸到手，我很不爽啊，觉得超 dirty 的，是这样啊？啊，这个不是我装模作样，她自动反应的，她就是强，懂吗？懂意思吗？她就是强。当然啦，如果是这样，会不会算会是怎样？有一次，有人去问海公律师：“我那里有一尊佛像，我本来没注意啊，后来才发现呢、啊。人家跟我讲啊，上面有纹路，我一直看，哎呀，那是象牙佛像，怎么办？”老律师就跟他讲：“那你是拜象牙呢，还是拜观音菩萨？那尊是雕成观音菩萨这样，你是拜象牙还是拜观音菩萨？”啊，第一种，第二种又有人问了，他说他是比丘，但回去照顾娘啊，娘是女众，这样魔处会不会有过失啊？就问了，啊，老律师就跟他讲了，就问他，你是魔女人还是魔母亲？这还是有差啊，律上面还是有这个事情的哦，儿子跟母亲形影哦，母亲太美了，而且母亲早生小孩。20岁，儿子就已经8岁了，母亲才30多一点呢、啊，正是成熟女人，她儿子已经20岁了。啊娘喂！啊，结果就、母子形影，律上有讲到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啊，母子不是天生天性，母毒不食，虎毒不食子，完全是骗人的，虎毒才食子嘞。母子之间的关系，母女之间关系，父子父女之间关系，你说它是天性一部分，对而已，你懂吗？也有人那个母亲恨女儿，恨儿子恨到不行的啊。清凉寺，哎呦，这录影哎，清，我师父的故儿啊，啊，这也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啊今天讲出来没有恶意哦。哦啊，师姑啊，没有恶意哈、啊，我先说一下。那时候我在台中，台中还有一个金色，现在我有一个学生住在那里进修，比丘了，当时比丘了啊。那台中金色，那他也来那里见我，他跟他女儿一起来，女儿也出家，我师父的女儿出家，儿子出家，太太顾二出家，我师父了，算起来也很好嘛，吼，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 lossy 很鲁啊，他的女儿跟顾二一起到金色去跟我讲，埋怨他儿子，也就是出家的儿子，那讲了一句话，他很气，妈妈很气，讲了一句话，那要怎样呢？吼，当初生出来这个呆死啊，我们是自己人，你懂吗？我们是自己人嘛，我师父的徒弟呗，啊，他又是我师父的孤儿嘛，他会把我当作自己人，他也不掩饰他的情绪。我今天描述他这个情绪，完全没有恶意，也没有要显露他的过失，他没有过失。就他母亲的立场，他生气的立场来说，我完全能体会这个道理。而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一般儒家讲说虎毒不食子，其实并不尽然。老虎会吃掉自己的小 老虎崽的，生三只，在带他们过河的时候，或者跳水沟的时候，如果有一只或者两只
表现很差，他就把它拎回来直接吃掉。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养育他的成本太高，将来他躲不过天敌，比如说其他老虎的咬，其他的狮子虎狼的对跟他的对抗，他会认为说这个小孩气味多了，哎，自然养不大，我把它吃掉，不浪费食物。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对吧？是因为我们被人类的伦理教育太久了，伦常教育太久了，你想象不到而已。在非洲有个国家，有个民族，什么叫做孝顺爱爸爸呢？就是爸爸死了之后，喷而食之，爱他就要吃他，不要让他的肉在外面曝晒被虫子吃，应该被我吃，让我心中有我，肚中有你，你肚中有我，我因为爱你所以吃掉你，懂吗？一点都不奇怪，你们做女生的应该知道，女人在抱小孩的时候抱得好可爱好可爱，这个时候白白抱会怎样？哎呦，嘎叽的，我刚刚这样，嘎叽的，有没有？有没有啦？有没有啦？这就是爱而食之啊，就这样啊，只是真的不吃下去而已啊，有没有？有没有嘛？情侣之间种草莓不也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属于爱而食之啊。所以不要以为虎毒不食子。所以爸爸妈妈，我那位师，我算是师姑了，我们这样叫他好了。这是我师父的故二，他就很坦白的讲出这种话，我觉得我很感激他，他没办法当外人，也真正验证了所谓亲生母子之间的关系有恶缘，就是这样啊，这没什么好说的啊，你听好不好？听懂吗？当然很有可能只是讲气话啦，真的哪一天他受伤了，他还是会放不下，这也可能啦，但是你看气起来就会讲这种话。那他的姐姐就在旁边帮腔啊，对啊，帮腔，了解意思吗？啊，不要笑，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当缘不好的时候就会这样，谁会这样？我们都可能这样，我们对某一个人气起来就会这样啊，是不是？是不是嘛？有时候师兄弟还打架，对不对？更惨了，师徒打架的都有，有啊，当然是有啊。师兄弟打架的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诸位啊。一切都是缘起法，不要以为血缘至上，华人就是因为血缘至上，家族至上，你懂吗？误认为说有血缘就是天生应该相好，才不是。你看看唐太宗是逼宫他爸爸，逼死他哥哥的啊，是这样子的啊，了解吗？他掌权了之后，嘿嘿嘿，无毒不丈夫啊。可是历史会说到坏人吗？不会，历史给了一个好名声，叫做什么呢？历史判大不判小，捉大处想。因为唐太宗后来建设了一个兴盛的王朝，于历史有功，于国家有功，所以这种小瑕疵就不说了。干我秀代志，你太郎嘛是爱秀英哥啊，干我秀代志，你懂意思吗？这当然是他们自己说的啊。儒家是以国家至上作为思考的，忠孝不能两全，请问是取忠还取孝？忠孝不两全，取忠还取孝啦？不要踢笑了，当然是取忠啊！啊，为什么？这是皇帝讲出来的话，啊，皇帝敬皇帝的忠，怎么可以敬你妈妈的孝呢？对不对？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如果皇帝要你远征他国，要不要远游啊？要不要啊？啊，为谁服务？为谁服务啦？为的是皇帝嘛。所以路儿是他在定的，原则是他在定的。傻傻的布袋戏在演，外面都在演那个布袋戏，有没有？有没有演的都是什么所谓的忠孝节义，那根本就是为帝王服务的多啊！这种话呀，只有在中华民国戒严后30年，和尚才能说啊。以前说了，马上怎么样？啊？对不对？不用等到皇帝啊，蒋介石就会把我咔
是不是啊？让我被消失，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所以我们中华民国迎来了第一次的和尚，可以真正检讨过去的历史文化，什么才是符合佛性？那个不符合佛性哦，因为众生不平等呢、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再来众生那种我执习气就会重了啊。为自己的皇帝也是我执哎，因为皇帝给你名声、财富跟地位，你好回家光耀门楣，对不对啊？所以你就为他而服务，这是一个共构关系耶。了解意思吗？今天也是啊，今天帮哪一个总统选上了，总统想下台，旁边人不让他下台，你一下台我们吃什么？坐轿的要下来，扛轿的不愿下来，你还知道啊？抬轿的不让坐轿子的下来啊，所以这政治就是不归路啊，就是这种状态，完全就是大我贪嘛。我们出家人要觉醒，所以出家人出的家是连国家的家都得出，不是说我出家我不出国，公器用为是在糊弄或者是导引在家世俗人用的，懂吗？懂吗？懂不懂？出家就是一切的家，国家更是家呀，它是大我之家呀，我执之家呀，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这样子，所以要懂，所以我们出家人是一切众生的出家人，我们利益众生，当然利益台湾的众生，也要利益大陆的众生，也要利益那个不信佛的那些基督教的众生，我们都要利益啊，是不是啊？刚刚圆净广狭不讲了吗？圆的净什么样？什么净？无量无边的净嘛。有没有说只有佛教徒我才度他成佛啊？你的戒体就挂了哦，就不会无量无边了、哦、对不对？所以别忘了你的根本啊。有的人出了家之后还在选蓝绿，还在骂对岸，还在骂、还在搞台独，这些通通不对。台独还是什么？还是什么统一？通通出家人不要碰，懂意思吗？那些都是我执的事情，让众生自己去决定，我们也不随喜，我们也不阻挡，了解吗？了解吗？好啊，对岸怎么样？我们知道对岸有因缘。台湾怎么样？你要希望，你也希望台湾好，你也可以台湾怎么样？这 OK。你到对岸去骂台湾，你在台湾再骂对岸都没有意义，都不对的。出家人遵守本分，谨守本分，是一切众生的出家人。你的慈悲是给一切众生的，给蓝，给绿，也给红，懂吗？懂吗？懂吗？哎，要这样，这才是坦荡荡的出家人，走到哪儿都是一个慈悲的出家人，没有选边，了解吗？了解吗？哎，要这样才对。我今天做宗教基本法，我没有在选边的，我也从来不骂谁一个政府怎么样，我会去批评说政府的观念没弄清楚，但是这是就思想说的，我不就政治选边说，这样懂意思吗？好，大家要了解，好，大家要了解，我没有政治意图，我要做宗教基本法毫无政治意图。我刚刚晚上是我刚一整夜没睡，我在写一篇文章，宗教基本法与台湾的民主发展关系，我在写这个。你很难想象一个和尚去写这种东西啊，但是现在遇到了，你就要去昭告天下之人，特别要在说服那些律师、法师、法官、政客，那你就要写这种他们听得懂的话。哦啊、但是呢，我没有任何政治意图，我也不选边，我也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对哪个政府骂，对哪个政府赞叹，对于两岸关系我表示什么该统该独，我都没意见。众生的业力好好谈就对了。不过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倒是真的啦。所以和尚一定是和平主义者，不是先动打仗的，这是真的，了解意思吗？但是呢，这也不成为条件。比如说人家说你如果不这样我就打仗，那好，那我就那样吧，也不对，你这样就涉入到政治的选项。所以心情上是和平主义，但我们介入怎么去和平，我们也无法介入，他不和平就是不和平了，有什么办法？众生的共业就这样子了，了解吗？了解意思吗？好，这是很深奥的，很深奥的。他有可能别人会用破坏和平来什么来要挟你，有很可能是这样，那这个时候你要更有智慧来看待
不然你就傻傻的被利用，被政治利用也不对，这样知道吗？这样知道。比如说一般人会这样讲，哪一个人在选举啊，哪一个人去骂那个正在选举的人，其实看是看在骂他，其实是在帮他助选的，这样听懂意思吗？很多情况是这样，那你是看不懂，是我们今天太单纯了，是这个样子。好，那么这些的做一个出家人，就是谨守本分，爱护众生，而有智慧，不受利用，这样就对了。好，接着呢，最后呢，差不多，对嘛，应该说要今天要五供了呢，要上大供是不是？上堂了，上堂了，对了哈，是几点？还有十分钟。还有十分钟 ，OK， 好，对不起，我怕我讲过头啊。好，那么再来呢，就是。里头有这么一段叫做发起戒体的量有多少，那么就在讲这个事，讲我刚刚讲的，我正在讲这个事，我们不在政治上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去妄想 取分别，我们都保持一定的尊重。但是那你说那这样的话到底出家人要不要什么政治的思想跟基本态度呢？这很难，这你只能依着缘起而谈。你比如你住在台湾，你用台湾的政治方式生活，那本来你就在台湾嘛，你不能在台湾搞专制嘛，对不对？但你说台湾的好，因此要嫁在别人身上，那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别人是别人的姻缘了。日本也不可能放在台湾用啊，美国也不能放在台湾用啊。美国再怎么好，它也不能适合台湾啊，了解意思吗？所以你可以赞叹你自己住的说，我喜欢我自己现在住的这个样 ，OK。但你不应该带着批评对别人，了解意思吗？这第一。第二的话，你对于发心利益众生这件事情，你必须要从头到尾都要很谨慎的注意到，你不能用你世俗的选项去伤害了发心的可能，利益众生的可能。很多人呢，他会在政治当中选了一个唯一正确，这种唯一正确就会伤害到别人的不正确，因为你已经说我的是唯一正确，那他就不正确了吗？你想想看，是你的信徒或者你的弟子或者是你的什么人，他的选项刚好跟你不一样，结果就吵起来了。我们早年在台湾常常因为选蓝选绿啊，师徒翻脸，兄弟断交，父子不认，家庭革命，有没有？坐在餐桌上面，妈妈选橘色，爸爸选绿色，爸爸选蓝色，儿子选绿色，然后呢还有人选什么色，这一家子四种五六种色，一起吃饭就像战场一样啊。这个就世俗人就是这样，你做一个出家人就是要统合，然后不是你没有是非，你可以有你内在的是非，但请务必记得他放到跟众生对应的时候，众生各个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你只能要求大家尽量的中道，不要在庙上，不要在寺院里头为争个你争我对的这样子，师兄弟啦，师徒啦，出家人彼此啦，乃至居士彼此啦，都会搞坏关系，这个也很重要。现在稍好了啦，但还是隐隐然的存在着，这就是众生共业。我个人看法，这是众生共业，而这种共业，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超越，应该要做导引，听懂吗？这就是发菩提心，强而有力的帮你看到。一般出家人看不到这些。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刚开始我讲这个时候，很多人理都不理我，因为他坚持他的政治选项。真的，我没骗你啊！有人甚至这样跟我讲哦，他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哦，你在跟我讲，谁要是当总统的话，我他妈的台湾不住了，我移民了啊！真的就讲成这样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想说啊，我们在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对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就他例外，我他妈不度他。他还讲这种话呀，你怎么没办法呀？你看，这就是当年发戒体的时候缺，你懂吗？我很在意，我很在意你这个戒体不能缺。
懂吗？懂吗？你们不能缺，永远要记得，这就是发尽广狭的问题。你不可以违背，你现在这个愿心，这个愿心都要开哦，开，打到开才可以。这是小乘无，藏传佛教也无，日本没有，韩国也没有，只剩下真正的汉传的两岸之间会有这个戒法，会有这个教法而已。你一定要传承下来，特别在台湾是一个民主环境，你更有机会掌握这个心态。为什么？因为你说你不爱台湾，也没人骂你啊，对不对？你说你不爱今天的政府，也没人会说你啊，反正自由嘛，是不是这样？了解吗？所以你有极大的言论空间，那你保持的就是这个，没有人要强迫你选择什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选择，不选择不是没有是非，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是说政府错还是错啊？你还是可以说明啊，这样不对，这样对众生没有利益，可以。但是这仅止于什么？一般世俗的东西，很多是你认不出来的未来，统跟独啦，怎么样子的种族见解啦，这些你不要去碰，因为那一碰大家就吵起来了，了解意思吗？好，那这个呢？不要去碰，是不要公开的说明。那你自己的，你自己一定要记得，你是西方的选民，你是释迦佛的子民，你今天只是暂时挂个名叫做中国，或者台湾人，或者叫做华人，你只挂这样的血缘关系，你是借这个肚子来这里修行的。你今年投胎做台湾人，下一辈投胎做中国大陆的人，再来投胎做日本人，要不投胎做美国人，你到底要为哪一国服务？请问你该为哪一国服务？不，我就为极乐国服务，我为我释迦佛的国而服务，了解吗？了解意思吗？不要受限于一世一期生命，短短一期生命就颠倒到这样子的被血缘文化所限。中国文化最了不起，这是文化沙文主义啊！日本就是小日本王八蛋。这样你听懂意思吗？你想想哪一天你投胎变日本人，那又情以何以堪？是不是啊？将心比心而已嘛，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又不是他自己可以选择要做日本人呢？怎么样？当然是他选择的，但是他选择是懵懵懂懂被业力选择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看那台湾那个对不起啊，这稍微点一下哦，我没有恶意哈。广东人，你看吃猴脑。还吃一响雷，一响雷就是什么活吃老鼠，啊，一下就一响雷，这样你不觉得太残忍吗？啊，你觉得呢？刚好而已啊，啊，我的家人叫熊啊，啊，是不是很残忍？活吃猴脑，哎，活的耶，啊，他也是中国人啊，啊，中国文化，他是不是也中国文化之一？你觉得中国文化最好？你吓死人好不好？所以不要有这种文化沙文主义，各国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都值得尊重，这才是一个佛弟子该有的心量，好不 OK？ 好不好？好，到了告诉我时间啊，我一定讲到最后一秒钟。OK， 这就是依境发心的概念了哈。再来是用心沉思，用心沉思就是说用你那念心来承养。师父，你的师父，你的师父有两类，师父有三种师父。好 ，OK， 三种师叫做听清楚啊，背起来啊，一法二戒三剃度，剃度摆最后面，因为剃度最容易啊，啊，剃头刀噜噜的呢，剃头刀噜噜，这样就叫剃度了。是一法二戒三剃度，讲法给你听的那个师父是最重要的师父。一生当中大概会有几位影响你法义很深的，你自己要去选择，你要去承养一法二戒，戒就没什么好选择了。登坛得戒的那位师父，其实是三思七正都要记得，那很难的话，你最起码记三思，懂吗？再不行，你就要给我记住得戒思，那得戒思的记都忘记了，那就全挂了。别忘了，别忘了，好不好？这应该最起码记三思了。
哦，记三思。像我的三思，德界和尚，德界和尚呢，是上白下圣长老。那么结摩和尚呢，是上悟下明长老。我教授和尚呢，是现在还在，哦，啊，很难得。哎呀，应该回向，因素应该回去写那回向单的。哦，了中长老，上了下中长老，那是我的教授和尚。哦，啊，我的七师父，我的七师父是后来我们很熟的，慧本长老，哦，不是如本的慧本长老。那我的九师父呢，我记得没错，好像是明光法师，明光长老。后来我跟他是法师兄关系了，是这样。他现在是大台南佛教会理事长，人很好，老好人，是这样。就比如说讲啊，还有个四师父啊，对，开堂和尚是进心上进下心长老，陪堂和尚呢是这个啊，上元下中和长老。你看我都用就多了没有哈，然后呢，三师父的话呢是这个上本下觉长老。你看我都还记得啊，那好了。这样让大家知道一下，基本上呢，这个课程我算是把它上完，在德界教育这件事情上。接下一次我们再见面就要，你们应该受完，哎，还不一定了哈，还有课，那就是要讲沙弥戒，我讲沙弥戒，我这次负责这两个课程了，大部分我都负责这样子哈。那讲完这个呢，你们从沙弥戒就要开始用到了，德界教育啊，在沙弥戒就要用到啊，它没有那个明显的白山结魔，但是还是有结魔法，哦，他还是会念，那你还是跪在那里的时候，你还是要观想，先熟悉，你现在就要观想，哦，有录音嘛，有录影嘛，你就把它写成文字，那把它观想起来，观想起来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呢，啊，每天想一下，要睡觉前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特别是那个云，特别是那个啊，特别是那个口白，好，哦，这样讲个搭配一下，搭配来想想想，想到熟了。以前呢，老菩萨一跪上去，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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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实在是什么时候不好念佛？你在这个时候，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这是在观想的，你不是要阿弥陀佛啦，这样懂吗？哦，这个时候不是在念佛的时候，拜托哈，啊，是念你在做观想的时候，就弄错心了。这些祖师跟律师都会喝，也会喝啊，说不是这个时候念的，哦，这样懂吗？好，好。那么原则上是这样子哈，那这一本德界教就给你们去复习，懂意思吗？里头也有文，但写的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好，现在我这个说法是最完整的说法，这样懂吗？里头带上一个四度一切众生，一般都讲到这样而已。其实四度一切众生皆就近成佛，是这个意思，这样好不好？好，这是上品，记得，哦，求的是上品强大的戒体。还不是上品弱的戒体，所以你一定要观想清楚，好不好？哦，好，我们讲到这里哈，哦，那么这个课程算是结束啊，哦，来回向一下：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次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次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为礼。
林清舍送和尚回了，不劳送。